一字排开，举手投足展现青春活力。美国职棒旧金山台湾日，台钢雄鹰啦啦队 Win Stars 也在奥克兰运动家球场炒热气氛。准备的歌曲是雄鹰展翅，然后是我们觉得最具雄鹰精神力量的一首歌。然后不管是队形啊，还是一些卡农或者是动作上的排练，我觉得都是算蛮有渐层跟有层次、有挑战性的。除了开场应援 ，Win Stars 也马不停蹄，四处在旧金山踩点，不止签名做外交，更到辉达总部打卡留念。还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艺人孙协志也跟着同行赴美。这次不是用艺人的身份过来，而是 Win Stars 的策略长的身份。早上凌晨一到之后，就带着女孩们开始做一些舞蹈的排练，因为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做准备。尽管准备时间有限，但 Win Star 成员们可是相当受到欢迎，不止出席美国职棒旧金山台湾日。那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大联盟的舞台，然后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观众。我觉得蛮不可思议，也很开心。先前也为美职水手队台湾日站台，就连天使队台湾日也接过邀约。才刚组军就现身助阵三场 MLB 台湾日 ，Win Stars 高人气，非同凡响。大联盟，我们来了！三立新闻张雅竹、周君婷，美国旧金山报道。